在七家码头已经搭起了临时的检疫区，不过也很有可能明天宝瓶星号是直接以人员上传来进行检疫，而且如被查到有发烧者，就会直接流传隔离14天。宝瓶星号8号中午要回家了，母港、基隆港严阵以待，尤其宝瓶星将停靠西三码头，西岸旅客中心大楼也加强消毒工作。但跟着宝瓶星原有的下船动线走，空桥通道仍不见检疫人员和器材进驻，这是因为船一进港，机关署人员就会登船确认。尽我们的所有的可能，在前端的检疫把它做清楚来。好，那合理的，好，如果发现有任何一个个案，那我们把检疫的范围放到最大，只要有发烧或者有旅游史，我们全部在船上就直接采检。然后马上送到检验中心，在最快的速度里面把检验做出来。针对宝瓶星号，疾管署检疫 SOP 传医先确认若有发烧或身体不适人员，将立刻隔离采检送验，需经过4小时检验时间，若确认阴性，船上1709名台湾籍旅客得以下船回家自主管理。至于陆籍船员和外籍旅客恐成人球，是否能一并下船仍在评估中，但只要有一人为阳性就必须送医隔离，其余乘客将继续滞留船上。宝瓶星号在外海团团转，绕圈轨迹曝光，回家的路遥遥。港务局7号傍晚紧急通知，西岸码头8号上午8点起禁空，将全面应战，船上游客顺利回家。记者朱丁荣、陈建安、李佩轩、金融报道。